方了哈，谢谢，来自于咱这中华的产妹哈，产妹讲咱这花的故乡了哈，没错，对哈，这个游客非常的多啊，今天来参加比赛，我们一抓路哈，来邀请咱这廖老师啊，来跟我们讲评，廖老师，采访第一次上电视唱歌，对不对？对，非常紧张哈，没错，你在网络上自在多了。来，这个有一个很重点，你唱歌也比较黏啊哈，我等一下讲比较黏的地方，但是你前面有一个唱歌比较没有 Q 度，就是日头车呀呀，应该是日头车呀呀，但是拍子是咪咧咪，你是咪咧咪，所以比较顿了。还有呢，为何无情对我，你会为何无情对我，你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这样就少了那个感情的表情，可惜了，就比较没有 Q 度哈。然后，相爱你甲我，目屎换气啊，你都没有换气啊，几高啊？想起相爱你甲我，目屎流袂煞，中间都没有换气，所以导致你看，你像我上个月参赛者也是，你是我最难写的牵挂啊，无开啊，你是我最难下的牵挂，你看我没有很大的换气，但是尾音还是可以很长，那表示你没有换气，绝对不是唱这样的字让你气不足，是没有换气，所以再放松一点好不好？好。